Hello，我是江江。我今天来改装这台水膏，水上铁泥膏。那他这台车呢？在这个战争商店里面，水陆铁泥膏。如果你有那个特就是有折扣价的话，是112万。那如果你直接购买的话，是148万9600。所以，如果钱不多的话呢，你可以多做一些他的办公室任务，去解锁它，就可以有这个批发价格哦。那我们今天先去试试看它的性能跟改装。最近的在这里。你看它水路的，它后面还有那个螺旋桨，就是那个马达。然后旁边两个油桶应该是让它可以浮起来吧，哈哈，这是我个人猜测。那上面那台机枪，那是可以坐上去扫射的。OK，然后这台车呢可以坐3个人，就是正副驾驶跟那个后座机枪手。哦，刹不住车啦啊！哦，这一次修理载具要7200了。护具升级到满是37500。应该是所有车子都差不多吧，就比较不容易撞坏。我听说有些人他喜欢80%，因为至少撞起来会有点凹痕干嘛的，就是看起来不会像是很僵硬的感觉，所以他护具用80%。那我是用100%啦。那刹车的部分是赛车级的引擎等级4。如果你用汽车炸弹的话，就是你开不会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朋友坐上去呢，就会爆炸。但是如果你用这两个，就之后就不能改车，除非你把车子炸掉。然后遥控炸弹是你，有人偷车啊，或者是朋友坐上去，然后你就可以打电话叫那个汽车炸弹，然后车就会爆炸。那我们就先改音乐好了，就很适合这台车。OK，啊，车灯的部分呢，我改成就改这个好了。套件我就给它全买。颜色呢，我还没想到用什么颜色哎，用什么颜色呢？哦，我先用黄色，我看看它是不是，它的喷漆颜色怎么样好了。主色调用亮金属的看看。哦，所以它就变成是脏脏的，脏脏旧旧的，所以改什么颜色啊，都差不多吧。这台车我应该会用红色啊，我觉得比较亮。红色，我看一下隔合金的颜色好了。哦，也就这样子，感觉比较高级一点啊。哎呀，高级一点，我还是用红色，居然都是这种脏脏旧旧的颜色。OK，变速箱4万块钱，哦，4万块，这个改下去，哇，加速全满了。车轮类型要改什么？它本身应该是越野车吧？原厂越野车，没错。啊，原厂的脏脏的诶，我想换个新车，新车轮呢？特工者。反正都免费嘛，
都免费，对，没错。哎，这也还 OK 啊，沙丘之王。轮胎款式呢？哦，点缀一下好了，强化胎，烧胎就给它红色喽。车窗的话，淡色，淡色好了。好，先这样喽。哇，改完车一出来就不一样。开个大灯。哇塞！来试一下水上的。哦，好笨重。哦，又是夕阳，漂亮的夕阳啊！看一下正面，第一人称，不行哎，不能用第一人称哎，那我们就去欣赏一下夕阳吧。哇，超赞的啦！哦，我撞到东西了。哦，载浮载沉的，如果有机枪手帮我扫射的话，就更完美了。OK，我们这台车介绍到这边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